宋朝的时候，市场经济空前繁荣，存在着多种商业形式。北宋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中就已经出现了送外卖的跑腿小哥。对对对对对，北宋很发达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第一项任务就和跑腿有关。跑腿，请来领取任务卡。首字母购物，成员们根据给出的拼音首字母购买物品。我来了。完成购买后返回确认，越早买回的得分越高，如果买到了和其他组重复的物品不得分。所以就买了要立马冲回来冲第一个，怎么还得跑得快？拿什么东西买啊？微信扫一扫。每个桌子上有一个竹篮，里面给大家提供了500块钱的现金。你们俩谁管钱啊？我管钱，他管我。好男人，好男人。来吧，给大家出今天的第一个词语。准备，抢最后这一秒吗？这一秒都要抢吗？至于吗 ，baby？ 你们拿了多差的牌啊？鲫鱼。JY， 走走走走走走 ，JY， 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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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，迷路了。去哪儿啊？走哪儿？去哪儿啊？走错了。这玩意儿还有关门的，我的天哪！哎呀，你们拿了多差的牌呀，都至于不至于？是什么？都行都行。大家往哪走啊？就这边也行吗？白鹿，往哪走？JY，鲫鱼有什么呀？金香。哇，咱俩脑子一片糊涂。想一想，别着急。酒、酒、胶、鸡、啊、鸡、鸡、鸡眼、鸡、鸡眼，上哪找鸡去？想一想还有什么呢？鸡疵，你组个词帮我们组个词。鸡疵、鸡翅、鸡翅、鸡翅有吗？鸡翅、韭菜，快！鸡翅。好，谢谢你们，一会儿过来给你钱啊，一会儿给你钱。哇，从哪回去？从这回去。JC， 我们有鸡翅，哎，不对，哎，不对，我们买错东西了。它是鱼。我们以为是鸡。从来。鲫鱼。哎，酒精也是。酒精？有酒精吗，姐姐？不对，酒精不是 JJ 吗 ？JJ 是我，是经济，是 JY， 蔡徐坤。游戏是游戏，生活是生活。今天状态不太好，今天状态不。JY， 我们要 JY。酱油。酱油。这个是酱油吧？这是醋。你平常不做饭吗，锁？酱油你都找不到。酱油。对，酱油。我们又赢了。多少钱？9块钱。便宜点吧，2块吧。他是蔡徐坤啊。那蔡徐坤2块钱。蔡徐坤只值2块钱。给你5块钱吧。给你5块钱。走吧走，快回去。鲸鱼啊。鲸鱼上哪儿买呀？鲸鱼有没有鲸鱼？然后有那种小的。快去回去！没给钱呢，多少钱？20。你等等我，锁。快来 ！Yes， 我来了，我从哪儿来？我赢了。来，第一件，鲸鱼，算10分。Yes。有人回来过吗？你的搭档呢？拿到了。哎呀妈，他跑得有点慢。酱油，酱油正确，9分。第几个了？他第几个了？第二个。假牙。有人戴假牙吗？快！有人戴假牙吗？有人戴假牙能给你吗？那玩意儿，假牙有没有？假牙。走！我要假牙。一会儿给你钱。假牙正确。Yes。8分。
想不起来有啥。鸡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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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金鱼也行，金鱼，哎，行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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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金鱼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我给你20万。哎哎，金鱼啊，金鱼，哦哦，金鱼怎么卖？10块。十块，那我直接买一张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咱俩跟着张大爷。跑不去，跑不去。酱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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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酱鸭有酱鸭。你太牛了，老板。不要盖了，不要盖了。对不起，拿了，拿了，走走走。哎，过来，过来。没事没事，可以可以。我举着走。哇，你小心哦。小心哦。这个嘛。啊！怎么这么多人找到啊？是这儿吗？来了来了来了！哎呀，我金鱼，金鱼7分正确。来了来了，哎，来了来了！哎呀，哎呀，金鱼，金鱼，金鱼刚买重复了，好，一个刚买。他们买了金鱼。假牙怎么都能找着？假牙是什么？假牙是什么鬼？这喵！你们怎么又有啊？喵！喵！煎鱼。喵！恭喜6分。你怎么那么聪明啊？你怎么想到的？就拼呗，就拼呗，一点点拼。甲鱼，甲鱼那边有甲鱼？没有吧？有！我怎么觉得我刚到又要跑了？加油！谁说今天？哎呀，哥跑得真累啊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酱鸭，酱鸭正确。煎鱼已经有人买了，结束了。还有一个金鱼，我们还有一个金鱼在。金鱼也有人买了。这是老板非常贵重的一个杯子，这是他非常珍重的记忆。这哪有？不算，记忆还不算啊！他们把甲鱼买了，真的有啊！甲鱼啊！甲鱼，这也买得到？甲鱼行不？正确。这是放桌上，这还有几个？还有3个，来走。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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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还有啥啊？我知道什么。那咱的鸡眼，对，鸡眼也算，肯定算。那眼睛在哪啊？在上面啊，鸡眼。走，锁啊，你体力太好了，锁。来，走走走走走鸡眼，鸡眼，鸡的眼睛在哪里啊？在眼睛上面啊。这个不算，这个不算，那不可以。他说不算。等一下，谁说不算？刚谁说不算？他穿那个蓝色衬衫里面蓝色衬衫的那个是吧？镜头给一下，蓝色衬衫是谁？蓝色衬衫。而且他很凶哦，他说不算。这，你让他算。算不算？算不算？算。来来来，鸡眼，鸡眼，重复了，刚刚重复。鸡眼还能重复？鸡眼还能重复？鸡眼还能重复？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，你猜？我猜不出来。这是谁？脚丫，正确。假眼，玩具吗？正确。别找了，10个都满了。物品找完了，实验物品已经找回来了。你们那个都没有我这个厉害。你叫什么？我们这是奔跑吧的记忆，安慕希，安慕希一直陪着我们。这趴是植入吗？还是你自己想的？这趴是我真的找不到可以得分的东西了。还有一个，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，就是加油。加油！第一道题目目前领先的是沙哥组26分，我们26分。
接下来我们为大家公布第二题。走走走走走，我们能想好再走吗？哥，快快快快！啊！宋玉，宋玉，宋宋宋玉，宋宋。大姐，这给我试试。想啥呀？啥？想啥呀？哎哎哎哎哎！苏鱼，我们找到了两个。苏鱼，我们第一个苏鱼。苏鱼啊，我们找了两个。正确。还有一个素颜。素颜不算。素颜为啥不算？小圆不算。不算，这小圆的不算。为什么不算就不算？你们太过分了。往那边看看呗。有素鱼吗？不不不，等一下，我再拿一个。等一下，哎哎，宵夜可以吧？不算。为什么不算？这可以做宵夜。谁规定我宵夜不行？而且宵夜是 X Y 姐姐，这是 S Y。哎、剪掉，谢谢。山羊、山山药、山药，说山山药。山药在这。山药在后面啊。菜厅里有。姐姐，你人真好啊。帅哥，你有什么山？我有佛手。松果，你有松果吗？松果是菌。哦，松松。酸什么？不知道啊。酸酸什么？蒜蒜蒜油蒜油。嗯。哎，老板有蒜油吗？蒜和油放在一起的。你好会编哦。蒜油嘛。睡什么？睡什么？睡睡睡睡。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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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What？ 鼠药。鼠药。鼠药树。鼠。卡住了。地瓜干。嗯。啊。桂花糕不是，这是啥？树叶。蒜和鱼，蒜和鱼，蒜和鱼。找到一个，正确。蒜鱼。哦。锅碗蒜油。这个蒜鱼可以吗？蒜鱼牵强，这个正确。哎哎，给我给我，蒜叶正确，蒜叶蒜叶上衣上衣上衣，我们来了我们来了，上上衣上上衣正确。上衣，发现了。哎，他这个，哦，哎，等一下，看我，看我，傻眼，表演都成表演了，这个。哎，腼腆能算我数？不是，可以吗？树叶，可以吗？有了，可以吗？你先干着，我。快，啥呀？神药。你爸爸可以吗？神药可以吗？算神药了，是个药，他神药，神药，神药，什么是神药？不算。咋了？鲨鱼，鲨鱼，正确。鲨鱼挺好，鲨鱼挺好。还有位置吗？有。哇，喘口气，里面有一只羊，是山羊，山羊都可以，可以。山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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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开。在哪儿？生药在哪儿？在哪儿？快，金晨，快！跑动了，我也跑不动了。那去哪儿啊？啊？哥呀，哥，哥，哎，我很有诗意，我给他吟诗，我吟诗一首。对，快快跑吧！快快快快快快快！快，我们去那边接吧，我们在那个门口接。抓一把盐。快快快！都什么样？盐？快快！走，谢谢。来，我们来了，我们抓到一个摄影。找着了摄影，正确。快快，你就站后边，你就别动了，站后边。我还拍呢。那算数啊？这么大个算第几啊？几分？山药，山药满了，满了。我们来了，你试一下。山芋，山芋，山芋，山芋。
你们都放桌上吧。好好好，我得翻来了。坤坤，又一个，得表演。今日又见所，美貌又变多。好，他爱上了我，有没有结果？失忆啊，失忆啊，失忆。这一轮白队没有得分，山芋呢？晚这是玉米，哥们儿，这是烤玉米。是山芋，人家那才叫山芋，不一样啊！这不是山芋，是山山里的玉米，不叫山芋吗？不是，失忆呢？都晚了。你说沙溢他还有个活的，你失忆他太朦胧了。沙溢是东西吗？是东西。我觉得敢说，你敢说他不是个东西？我觉得他不是东西。我们还有一个，我们还有声乐，声乐来。好，非常好的一段表演，算在表演里。谢谢为我们助兴。对。接下来是我们的最后一题。好，请看题。红茶。还走吗？红唇，红唇，红唇，红唇。红唇，红唇，红唇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我问哪儿的问题呢？没事吧？红唇，红唇，红唇。出去。谁？在屋里找，不用出去。红唇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。算吗？不对。哎，红菜，很红的蔡徐坤红菜。啊，我不算，哪里不算？是红不对还是？没有这个词。红尘。红尘。红绸，红绸，哎，啊，红绸，红绸，红绸，正确，红绸。回，再想想啊，这屋里应该没有了。好，红醋，红醋有吗？好茶，好茶可以啊。好茶，啊、好茶，正确。好茶不行，好让他们拿了桂花、清源、火车。我真困，一会儿给你把钱送过来。慢慢，哎呀妈！火车，正确。红红，换一个红，不是红。回回春，哼唱哼唱。顾一晨，正确。来，我们大鱼，预备。我看到了什么？哼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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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，好吃。红柿，好好吃啊，安慕希，好吃，正确。红柿，红柿。哎，红柿是什么？哎，就是翅啊。哎，哎，哎，灰尘有了，灰尘都有了。啥呀？哎哎，红绸。红绸有了，红绸有了，哎呦我去，能给我撕下来了。想办法，荤菜，荤菜正确。哎哎哎，你要去吃花草，花草不是，海草，海草，一颗海草，海草，可以可以。你俩都不跑出去了，他俩就在屋里找了，很扯，很扯。还有就是。很扯，为什么不算？你扯，真的很扯。你不算的话，你真的很扯。火，火什么？火烧是火烧火烧火柴火柴你们火柴有火柴吗？火柴火柴是。谢谢谢谢，走走走。我的天！啊！火柴火柴火柴，正确。是不是没有了？没了。啊！哇！我们要找到一个，你急了。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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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茶，嗯，是对的，但是满了。是什么？胡茶。啊，满了已经。哎，这是我们算分的吗？算。给打个广告，周身如故，风起冷兮。
哎呀，那灰尘是谁想的？沙哥，我刚看见他拿，我看沙哥拿了一坨土，我就知道完了，灰尘没了。挺聪明啊，脑子转挺快。哎呀，哎呦，我告诉你就一玩起来，嘿，眼不花耳不聋了，哎，身体倍儿棒。